现在我要将444的手法跟 paradiddle 放在一起用，single paradiddle 打完一次会用到两组的四连音，一共八个音。所以444的话，我打完一组 paradiddle 还剩下四个音，这一组 paradiddle 重复打三次，一共会用到24个音，也就是可以打六个四，四四四四四四，one two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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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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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脚的拍子实际上是 one two three four。好，再一次。我把右手移到hi hat 好了，或者是 tom tom。跟 swing 一起用。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可以加其他的部位。